准提法广播佛学院现代圆了凡的导演系统学习佛法，请参加准提法广播佛学院专业学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七俱值准提菩萨，南无七俱值准提菩萨，南无七俱值准提菩萨，南无准提海会诸佛菩萨，南无准提海会诸佛菩萨，南无准提海会诸佛菩萨，南无准提海会护法护咒诸圣众，南无准提海会护法护咒诸圣众，南无准提海会护法护咒诸圣众。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七俱值，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加护。我闻诸佛出生处，本从微妙秘密印，密印即是诸佛心，散入众生妄想梦，梦想若破诸佛现，犹如寒空见世光，若破众生烦恼云，现障如来密咒力，持咒即持诸佛心，我心原是秘密咒，三元汇合本不二，是故一念悉具足，但能日用常现前，如子得母不舍离，佛心即入持咒心，不用求佛自解脱。准提功德句，寂静心常诵，一切诸大难无能侵蚀人，天上及人间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珠定获无等等，无边众生誓愿度，无边烦恼誓愿断，无边佛法誓愿学，无边福智誓愿集，无上菩提誓愿成，自心所乐世间与出世间善愿尽总发之。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心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身，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佛，虚空界尽我礼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极微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
我当悉以甚深圣解现前之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此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闻绕，唯以普贤行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心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蛮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五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便于法界及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情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
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昔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盘，经于一切佛刹及微尘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写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及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乃至视线入于涅盘，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一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城市，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其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次句记，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荼、若毗舍蛇、若不多等淫血淡兽、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亲近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际，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32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服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相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以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
能令佛刹及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谛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未想尽虚空遍法界，沉沉刹刹，地网无尽三宝前，各有地网无尽自身，每一一身各离地网无尽三宝，每一一三宝前各有自家地网无尽身里，更想此一门，今未来际无有休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未想尽虚空遍法界，沉沉刹刹，地网无尽三宝前，各有地网无尽自身，每一一身各出地网无尽共聚，所谓香花灯烛衣服饮食床幡伞盖璎珞云楼阁云等，每一一身所出共聚，各供养地网无尽三宝，每一一三宝前有地网无尽身供养，更想此一门，今未来际无有休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未想尽虚空遍法界，沉沉刹刹地网无尽三宝前，各有地网无尽身，每一一身尽皆至诚忏悔地网无尽罪障，所谓自从无始弃至今身，所造五逆十恶等罪，烦恼障、所知障等地网无尽罪障，每一一身忏悔地网无尽罪障，每一一罪障有地网无尽身忏悔，总想此一门，今未来际无有休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未想尽虚空遍法界，沉沉刹刹，地网无尽三宝前，各有地网无尽身，每一身各发地网无尽愿，所谓无边众生是愿度，无边烦恼是愿断，无边佛法是愿学，无边福智是愿集，无上菩提是愿成，并自心所乐善愿尽总发之，每一身发地网无尽愿，每一愿有地网无尽身发，总想此一门，今未来际无有休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未想尽虚空遍法界，沉沉刹刹，地网无尽三宝前，各有地网无尽身，每一身各持地网无尽真言教法诸佛菩萨名号，每一真言教法诸佛菩萨名号，有地网无尽身持，总想此一门，今未来际无有休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Bye.
三藐三菩提。
Oh.
南无大罗南三藐三菩提智智难大智多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哈唵波利南无大罗南三藐三菩提智智难大智多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哈唵波利南无大罗南三藐三菩提智智难大智多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哈三藐三菩提智智难大智多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哈唵波利南无萨埵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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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藐三菩提智智难大智多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哈唵波利南无萨埵
难大智多。嗡哲里树里春提多阿嗡波利那摩萨多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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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多。嗡哲里树里春提多阿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理尽无余。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云翳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生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华满，寂乐涂香及散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盘，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全生乐。如是经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供，今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今未来劫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眼菩提行。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给予国土海，我便修行精解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聚众音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流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理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一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于一毛端及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盘，我皆往意而亲近。速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若大成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净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会方便威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服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普能严净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亲近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解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号名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遍净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余胜莲花生，千朵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指，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经一切刹微尘劫。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可养，获胜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据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物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足净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忆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食。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愿以此功德回向准提法，现前及当来遍扬十方界，一切众生闻得无尽利益，善愿皆成就，往生佛净土，究竟成佛道。Thank you.